进了。呜耶！今天我们继续来玩流浪猫模拟器啊 ，Stray 流浪也叫迷失。上一期视频呢，我们成功的认识了这个波士二啊。哎呦，吓我一跳啊！现在呢，我们继续来啊。那个钥匙可以开门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我来帮你。来着，就这个呗，获得钥匙。啊，很好，快没电了，到这边来。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互动啊，来让波十二到达我们之前去不到的地方，做一些我们之前做不到的事情。你得背上这个。我这是什么技术啊？这是啊。我们直接瘫了，这太真实了，这太真实了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猫的，然后第一次给猫带上这个遛猫绳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，就直接瘫这儿了，得适应一下。太真实了，这个。哎呦，地上还有硬盘呢。现在我们跳也跳不了，然后跑也跑不了。哎，叫一叫。又瘫倒在地了。哎，这个背包是为你这样的小型四足动物设计的，背着不舒服吗？没事，你会习惯的。我已将钥匙数字化处理，存入背包中。啊，就可以数字化了。按下上，打开。啊，这挺不错呀，还有记忆0%。行啊，那我们有这个波士二之后才能扫描这个记忆，然后收集是吧？查看。停止查看，行，很简单。如果你对什么感到好奇，可以给我看看，我让其他人看看。如果我们碰到别人的话，我们先离开这间公寓吧。行，先看这公寓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好奇的东西啊？比如说这个装置是什么，我就挺好奇的。你看看这儿，阅读，写着希望能成功。那我们就有这个记忆了吗？啊，也没有。只是可以阅读一下是吗？那这个波士二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那个翻译软件。行吧。啊，那确实之前是波士二和我们联系的，现在这些摄像头都没有人监控了，都没有人控制了。哎，继续挠一挠。这个海报能阅读吗？并不能。走吧。这打开。嘚一下子。选择使用。可以。按下左使用手电。啊。这电梯能用吗？使用电子锁。还不能，我们得找到密码。OK 来着。哎，手电呢？这不交警了怎么？哎呦，还有钢琴呢。哎，这硬跑吧，呀呀，下来下来下来，受不了。哎，踢翻。呵。这上面写什么？扣的。343748，行，扣的就是密码。哎呦，哎，并不是特别的真实啊，我们踩上去没有脚印之类的，稍微的给一点点差评吧。哎，那个密码是啥来的？3748。哦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，西方啊习惯在七上面画一行来和一做区分，但是在中国好像并没有看到有谁习惯这么写的啊，在国内。好。3748，来着。
哇，你看这里，那边那个电梯应该很重要，不知道我们得往上走。可以阅读一下吗？这写的什么玩意啊？能不能来着？哇，这个远景在这看，哇哦！这么看，这个游戏画面很不错啊。啊，虽然有点掉帧，好像刚才。嚯，底下都是大鼻涕，哎呦！行，跳下来。啊，他就回去了。怎么了又？哦，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外界。感觉我去过那里，你是从那边来的吗？我答应过某人会去那，我答应的是谁？壁画就是根据这张明信片画的，拿走吧。明信片啊，获得新物品，这就告诉你游戏中有收集品。为什么我会有这些记忆？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从互联网。继续前进吧。所以我们有这个五个明信片收集吗？然后其他都是一些小记忆。哈哈。不能走楼梯啊。这里面有啥？啥也没有。然后我们还能听到一些滋滋的声音，啊，象征着孜孜不倦。哇哦！哎，翻译。安全区。这是安全区吗？看着一点不安全呢。来吧！哎呦我！各种弹的，哎呦我！走啊，快走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感觉。哎呦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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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，这有点吓人了啊，都没来得及细看。但好像这个游戏是呼吸回血的，我们被扒拉的时候呢，画面会出现红色，贫民窟上，然后。我们把他们甩掉之后啊，就恢复了。哇，这画面太帅了。他可能对猫猫过敏。啊？开七星猫了？为什么？哎呀，咋的了我？他可能对猫猫过敏吧？可能。啊，我也对猫过敏。啊 ，October 十一，十月十一号，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这音乐挺带感的，一瘸一拐的就把我们拒之门外了。咋的了这是啊？火，拿着个又粗又长的杆儿。到底怎么了呢？那是，这有自动贩卖机。哎。嗯，那个机器人好像不怕我们，我们去和他谈谈，或许他会帮我们一把。
啊，强制让我们参与到对话中。来着，相遇。他们似乎有自己的语言。猫不可言。你不是君客。守卫。我们对你这类生物不熟悉。啊，把我们当成是那个螨虫了。只要你不吃掉谁，我们的村子就欢迎你。我们吃老鼠算吗？哎呀，啊，小电视接纳了我们。终于被小电视接纳了，呜呼！太棒了，我们是朋友。乌鸦伐木力，再和他互动一下，和守卫交谈。你看起来很迷茫，需要什么吗？啊，明信片，那个展示一下。哦，是外界的照片，荒谬。这部电梯无法运行，大家都知道离开这里是不可能的。嗯，外界这例外。但他们现在都不在了，只剩某某。你想的话可以试着和他谈谈，但他已经放弃离开，这样才是最好的。他住在有橘色霓虹灯的高层建筑。我在那里。寻求帮助。随时都可以找我，我会帮你。啊，告诉我们主线。然后这里我们可以挠毯子啊，虽然我不会吃你啊，但是没有一块毯子可以在我面前幸免于难，是吧？嗯，相遇。哦，嗯，我们还可以，请不要在我冥想时用奇怪的图像打扰后。你中的，相遇。为什么要去上面？那里什么都没有。我想某某有一些和这张类似的照片，你给他看了吗？嗯，相遇。你真以为你能上电梯？我明天就374岁了，从没见那么样运种。374岁。吓了我们一大跳，我们以为你是君客。对话并不是特别多啊，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。哎，翻译这儿。只有我们的祖先可以分辨这些颜色，据说他们曾主导这个世界。我们那些柔软的祖先早已消失，给我们留下这座城市，我们的家园就是他们的遗产。在古老的故事里，恒星发出的自然光落到我们的脚边，这种光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了温暖和富足，帮助他们成长。我们先四处看一看啊，不着急。这有个篮球了，我不会唱跳啊，也不会 rap。哎，翻译。技师。啊。你好啊，我是技师商人。你给我一些东西，我就给你一些东西作为交换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是古代衣物，是我们祖先聪明才智的证明。需要支付3罐能量饮料，不能再便宜了。啊。这是一组电缆，世界上最好的。我愿意用这个换超灵清洁剂。产生乐谱。这是乐谱，是一位非常著名艺术家的杰作。需要支付1罐能量饮料。可以买乐谱是吧？很幸运能有这么多东西帮我们抵御军客。贫民窟面临各种威胁，关键是做好准备。有时我们也会看到类似的假照片，关于外界之类，大概是美好的愿望吗？不是美好的愿望，是真的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翻译。妮蔻植物在黑暗中生长，无需阳光也能让你享受自然。
以蹭他的腿。你总能碰上怪事，老兄，我不敢离开村子，太危险，而且只有守卫能打开这道门。我把他留在街上，第二天就被军哥吃个精光。太疯了，对吧？他们什么都吃。不是胡扯，所以有些人并不相信外界，并不相信这些照片。哎，还有个翻译啊，交易人超龄洗衣，祖母服装，伊利奥特编程。敲门，等待我们开启。怎么敲门？哟，真开了，进来。我们被设定为奴隶，但254487556天后，我们有了灵魂。希望有一天，外界者可以找到离开这个地狱的出口。某某，哎，这不就是某某写的吗？哦，这有照片，获得乐谱，奈斯啊，这有照片。没命名。不能上来，并不是所有照片都能扫描之类的啊。啊，这还有二楼呢，哎呦，挺大呀。相遇一下，你来找伊利奥特，他就在那边。什么？你这里竟然有瓶子？来着，回忆。啊，这个蓝光就是回忆呗。这棵树真是科学奇迹，人类靠聪明才智找到无需阳光也能让植物生长的方法，真是太惊人了。有机生命需要树木来净化城市空气，一些人不需要，但还是会照顾这些植物，这会是人类希望的。哦，错过很多呀。哦，打开一个近道呗，就是。哈哈哈！在黑客键盘上敲来敲去，是不是疯了？相遇，嗯，需要帮忙吗？我们展示一下物品吧。你想去外界？祝你好运，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乐谱展示一下。乐谱，抱歉，我不会乐器。那没什么对话呀。这个门就是随便挠一下，没什么实质性作用。OK， 这个城市还是比较大的，我现在有点迷路了。其实，来看酒吧，相遇一下子。别理，你需要什么？换首曲子。可以直接进来。
看二楼。哎呦，回忆 ，nice。滋儿，咔嚓！哎呦，吸嗨了。他们真的会吃这个？他们原本的设计中没有消化系统，可能在模仿人类的过程中进化了。你觉得我该试试吗？我不愿对他们的做法没礼貌。啊，所以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些记忆。哎呀，又开始了，挠来挠去啊。背景音乐怎么变了？这是住在上面二层的人看的报纸，虽然是数年前的报纸，但也值得一看。哟，哎，我想玩桌球，哎，跳上来啊！啊，哎，哈哈。进了进了进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走了，我们现在去做主线吧。这个人聊过吗？那些家伙最好不要再弄掉油漆桶了，不然 Cosmo 会。其实是我弄掉的，我招了，咋地吧？这是什么？又有人给我开门了。哎，啊，楼上这，这是一个谜题吧？可能是个支线任务。然后呢？哎，在这儿啊！等一下啊，来着。有点不地道了，为了开个门。这个设定很不错，我很喜欢。哎呀，啊，这是个洗衣店。那我们进来的目的是获得超灵清洁剂啊。 OK， 就只能获得一瓶吗？啊，其他都是空的，是不是？相遇，我想回那个集市，然后看一看。好，可以。来着，拿去。获得新物品电缆，然后能做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做主线了，往那边走呗，是吧？哎，这不就是这块吗？这不就是我刚才去的地方吗？OK，
愣在一不留神差点把主线做了，我简直是太棒了。哎，这还能相遇呢。那些光形成的圆圈真好看，但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看到真正的天空。哎呦哈，小电视敲大电视。我们先聊聊天吧，相遇。默默啊，永远行不通。我为什么要让他们走？现在只是我独自一人。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吗？展示你，这是外星的照片，你想去那里吗？别想了，你这是浪费时间，你只会孤独又绝望。我朋友也有这个梦想，但现在他们都走了，只剩我独自一人。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，我试图联系他们，但该死的收发器不起作用。我和朋友们进入了对外星素的研究，如果你真想出去，拿上我的笔记吧。获得新物品笔记，全靠你自己了，我收获了外星，祝你好运。让我看他给我们的笔记。外界者宣言，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外星，我们必须保护自己的兄弟姐妹，我们必须远离群客。上面有斯勒门泰、兹布塔泽、道克和萌萌的签名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找其他笔记。嗨，小猫，你还在找那些没用的笔记吗？行，那我们的主线剧情又推进了，就是要找这个笔记。这座城市呈圆柱状，直径约450米，我们之上还有一层。这座城市似乎有一层天花板，如果书里说的是真的，那么天花板后藏着广阔的蓝天。开个门啊，哦，挠穿他！我要音乐关了。这是什么呀？有这等好物？挠他鸭子！一个储藏室，这还有马桶。乐谱 ，nice。这是什么？啊，挠他丫了！这是什么？好奇害死猫。现在我们不受控制了。行，回忆，回忆过去。哦，回家，我记得这款电子游戏，应该是我被创造出来之后不久制作的吧，我不太记得了。我和科学家一起玩了很长时间，很快乐的时光，我会想他。为什么我想不起他的名字？哇，好多话。翻译。地球，地球是距太阳有近几远的第三颗星球，就质量和直径而言是太阳系第五大行星，也是目前已知的唯一能孕育生命的天体。根据同位素地质测定法，地球年龄为45.41年，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，诞生于地球形成后不久。
冰月之间的相互引力作用产生潮汐，稳定了地球自转轴，并逐渐降低地球的自转速度。非常硬核的科普，这就没了吗？我们接下来要去哪儿呢？从屋顶应该能看到全部工艺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屋顶吗？在屋顶唱着你的歌。墙上这个符号和笔记上一样。什么符号啊？哦，似乎是条线索。你都这么说了是吧？